听说有一个来自山西太原的小将要挑战我，我从踏上滑板那一天就什么都没有畏惧过。今天在这个跨时代战书的舞台上，我在这等着你，放马过来吧。听说有一位职业滑手来到了这个节目，我要挑战他。有人说年轻即胜，我觉得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跨时代战术，我来了。热情掌声，有请两位选手登场，有请两位。哇哦，太帅了，两位老将哈、您贵姓啊？我是冯超，我是天津人，来自天津踢运动滑板俱乐部和天津申宇职业拳击俱乐部。老将在拳击这个领域，他是 IBF 的职业的选手，而且从未尝过败绩。这就意味着我不仅板玩得好，拳打得也不错。是夏普小将吗？是。实力就在这摆着，对，实力，这胸肌啊。滑板这项项目已经正式的入选进入奥运会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是天津滑板队的教练，而且刚刚参加完在天津闭幕的全运会，在奥运会的这个2020年东京奥运会嘛，我可以就是以后可以带队，也可以亲自上阵比赛，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一下我们中国的力量，滑板力量。所以这是老将的情况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小将。我叫张少春，我来自山西太原，今年15岁了，滑板一年多，前一阵刚拿下了山西省滑板比赛的第一名。今天啊，就把你们所有的这个能耐和本领展示出来，谁开场先给我们来第一番的展示？我想啊，什么样的展示？在全方面可以展示一下啊，拳击加滑板，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将。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 Got wi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reason. If they wanna go eat, then you know I'm gonna feed them. If you're coming for me, hope you're ready for a demon. I got eyes in the back of my head, I'm seeing. Take me for granted and you know I'm leaving. I'ma take what's mine with the webs I'm weaving. I could take this crowd from seeing to believing. Got a taste for blood and my tongue keeps bleeding. From the words I spit, so sharp, so freezing. So cold, behold, frostbite, they feeling. I could tear you apart or I could go heal them. Don't believe in fate, don't. 这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小将，接下来是不是要给我们亮一手了？必须的。小将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随时开始啊，来，请就位。这是一个刺杆加跳跃的一个展示。这么蹦上去了，哇，精彩，掌声送给我们的小将。来，二位，我有几个小问题啊。人带板一起飞起来，这个板为什么没有脱离掉？这是一个物理学原理、就是、后脚一打板、然后前脚一带，然后后腿、然后手腿，然后由于惯性的作用就起来了。我还第一次啊看到有人敢在曹老师面前说讲物理学原理。滑板里面底下主要是那个圆轱辘，你看它上面任何一点，它的运动的轨迹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叫百轮线啊，把这个百轮线倒过来，就是他们滑板运动那个优池的设计，不是随便设计的啊。看它的滑板面，其实它镀的这应该是那种，应该是金刚砂。曹老师，
曹老师，你别把人板给卸了。